德月，我好想你啊。当你收到我的信时，我已经到达台湾了。大海宽阔，但我对你的真情不受禁锢。西班牙，我的弟兄们呢都很仰慕你，然后他们跟我打赌说，看我能不能把你约出贡糖店。请出去。你就是那个白慕斯阿兵哥吧？你们马子都敢泡啊？呀、我差点快等一样。如果你可以一次把所有的球都打进去，我就跟你去看电影。打爆！通通给我站好！是谁叫你们来这种地方鬼混的？我阿公哦爱假令部队做馒头啦，阿爸帮他站了两排。哇、三哥，能量哇，能量不？哇，你女朋友的屁股好大，没摸大，对啊。恁哦，写金门做兵无聊，下来欺骗我的感情。大聊干嘛？阿兵哥，你假兵会晒哦，还会爬安卓身上没晒哦。这些阿兵哥就像候鸟一样，时间到了就走了。不是每个阿兵哥都这样的。觉得好像跟你有关的东西，我都还蛮有兴趣的。你是认真的吗？难道你就不会想要出去走走看看吗？我是真的想要留在青梅，我想让这个地方变得更好。姐，你那么贤惠，但是娶到你的人也幸福。没有那个人。你觉得星勋有没有可能真的爱上那个阿兵哥？你跟阿兵哥交往？你喜欢他吗？你干嘛不去追他？其实你跟那些阿兵哥都一样，对不对？我要离开这里，我再也再也不永远不要看到你。如果一条路的开头已经有出口，走的时候怎么